你就是太初生的大雨，至高主与神同在，在草中隐藏你荣耀，尽显必在基督里，这是何等荣美的比，这是何等荣美的比，我望耶稣基督生命，这是何等荣美的比，无也是无相比，这是何等荣美的比，耶稣的生命，为了与我们同享天堂，你带着天国降临，我自岁中的你爱更深，我们永远不分离，这是何等奇妙的比，这是何等奇妙的比，国王耶稣基督生命，这是何等奇妙的比，无也是无相比，这是何等奇妙的比，耶稣的生命，你就是太初生的道，至高主与神同在，在草中隐藏你荣耀，尽显必在基督里，这是何等荣美的比，这是何等荣美的比，我望耶稣基督生命，这是何等荣美的比，无也是无相比，这是何等荣美的比，耶稣的生命，为了与我们同享天堂，你带着天国降临，我自岁中的你爱更深，我们永远不分离，这是何等奇妙的比，这是何等奇妙的比，我望耶稣基督生命，这是何等奇妙的比，无也是无相比，这是何等奇妙的比，耶稣的生命，死困不住你，满自已挪去，罪恶阴间屈服于你，与天堂欢庆，你荣耀显明，死里复活你的生灵，你无所匹敌，你无人相比，耶稣掌权直到永远，国度属于你，荣耀属于你，超乎一切
我主生命，满自意夺取罪恶阴间，屈服于你，与天堂欢庆，你荣耀显明，死里复活，你的胜利，你无所匹敌，你无人相比，耶稣掌权，直到永远，国度属于你，荣耀属于你，超乎一切，我主生命，这是何等大能的比，这是何等大能的比，我望耶稣基督生命，这是何等大能的比，无一事无相比，这是何等大能的比，耶稣的生命，这是何等大能的比，耶稣的生命。有目标才知道如何前进。一个人如果没有目标，终日茫茫然，不知道要做什么。唯有当一个人他有目标有方向，才不会浪费宝贵的时间与金钱。一个有使命有目标的人，就是连微小的工作都不会马虎，即使是担任医院的清洁工，也是具有极大影响力的。我们想一想，如果没有把环境打扫干净，就会间接影响医生和护士的心情，连带也影响了医疗品质，最后医院可能因此关门大吉。所以千万不要轻看任何一份工作，一个笑容，一个招呼，一个问候，因为这都会产生蝴蝶效应。有一个故事是这样子说的，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，发生在几十年前。有两个年轻人，当时从台湾的南部一起坐火车到北部，来到台北淘金，因为听说台北遍地是黄金。所以当他们一下到台北火车站，两个人一起去上厕所，当他们要进去的时候，就被门口的人喊住说，来来来，年轻人，上厕所要5毛钱。那个时候台北火车站厕所是要收费的。当他们上完厕所之后，两个人拥有着完全不同的反应。一个说，谁说台北遍地是黄金，连上个厕所都要钱，这种地方是人能够待的吗？算了，我还是回南部去吧。可是另外一个人却说，哎呀，台北果然遍地是黄金，连管厕所都可以收钱，哪一个人能不上厕所呢？太好了，那你回去，我要留下来。之后他去应征管厕所的工作，碰巧他们刚好有一个职缺，这个年轻人他就从管厕所扫厕所开始做起。后来因缘际会，他就认识那些做马桶业的人，他就投资做马桶，以后在这方面成了一个成功的企业家。所以有目标才知道如何前进。圣经告诉我们要向着标杆直跑，标杆讲的就是目标，有目标跑的方向才会直，才会有精神。所以你要先为自己设立一个愿景，成为努力与期待的方向。
人是因梦想而伟大，有梦想，有目标，才知道如何前进，才不会轻易动摇，才不会徒劳无功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弟兄们，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。有目标，才知道如何前进。